尊敬的各位总长、各位中枢负责、敬爱的亲人们，大家中午好。好。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在雅加达五四中心会安定堂举行休息活动。同时欢聚在一起庆祝结果2019年的中秋节。古人说，一到中秋分外雨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在这个中秋来临之际，我们身为无事子孙，不忘祖先功德，在本性始祖不仔细面向前面方向鞠躬，顶礼膜拜敬拜，中亲们也借此机会还原机会，今年的整个机会就过得很有意义，祖先有灵也会感到欣慰。作为也曾无事中亲会的主席，我是人上的女子，但是我看到中青们能够有缘聚在一起，弘扬族的承前启后，真是特别的感动，特别的高兴。在今天这个地方，相信大家都会感觉到非常亲切，非常温暖。这种机会不同于一般的应酬，因为我们无论男女老少，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无子之公，不管住在天涯海角，相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无事中亲。共同的血缘关系永远使我们心心相印，亲如一家。只要我们无事团结起来，借助中心会这个平台保持联络，互帮互修，就能够表现出我们无事大家庭的胜利和精神的风貌。且十几年来，我们也曾无事中心会承蒙大家共同努力，敦亲睦助，资助教育，开展公益慈善，样样也都输给人家。而且我本人和新人界的关系特别好，我们的很多会务活动，印尼的各大中文报纸都有报道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我也别说名声在外，树立了无事中心会的良好形象，也激发了我们大家的友谊感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让我感恩真心祝福亲爱的中心，大家保重，明天会更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主席。